砍这棵树，把这棵树修三分之二。这猴哥的一个邻居给做做。哎，好了，猴哥得干活了。Let's go， 干活。吃饱喝足了，开始干活了。刚才煮的饺子。生姜皮。行，我给你拔梯子啊，哥上去了，爬树了，开始，猴爬树，还挺利索，妈五十多岁人，还真不像。这大树老高的，猴哥拔高了。最后一个叉，别说了，这棵树。我把车倒进来了，你看这梯子才能够到顶上，我才能上去。要不够不到的，说长的房子把这给它修掉去，看这个没有。梯子不够长，只有把车倒进车顶高袭击，完就让大哥扒拉我上去。哎呀，砍完了后院再砍前院，你看猴哥往上一蹲，像不像猴？还真像，还像个母猴。这节得拿绳子拴着，要不然的话把房顶又该砸了。看猴哥修完了，房顶敞不敞亮？这就是干活，看见了吗？房顶都没有了，有没有这些危害？你看大树，那大哥俩干的，这活不好干。这不扔，这别扔着，这先搁着，先别拿那个，大哥先拿这个，等我一会儿给你搅完，你再往那装。你看这边房顶一点树叶都没有了，没有树枝子了，浣熊上不去，松鼠也上不去了。我们哥俩快完事了。